接下来请收看说故事时间。来哟，进来听广告，大家对我来哟，做伙来合福咯，精彩的故事哦，阿成哥广告。修好不修慧，大象皮音乐；修慧不修福，罗汉吐堪波。各位菩萨，阿弥陀佛。今仔日咱要所讲的主题，就是罗汉修五师宝。当佛陀在夏威城弘法度化的时候，在我们城中有一位婆罗门，他的厝内非常的善家，而且呢还没有一技之长，所以他们只有做乞丐来给分饭来维生。那这位婆罗门他和他的妻子因每天都要出门呢，去共乞讨，因的生活较勉强，安尼会当来维生。后来伊的太太呢有心，那么足奇怪，自从因太太有心了，迄天开始，因太太若是出去伫遐共乞讨、共分饭，伊就时常讨无着饭。那么在这个家经过九月以后呢，这个乞丐婆啊，伊生一个查甫囡啊。这个查甫囡啊呢，安尼在出世的时阵，伊的外相、伊的面相、伊的身相呢，拢有够不好看。不但安尼三八八，而且呢生出有够歹。最主要是哪？伊又阁翘骨啊，所以伊个爸母自细汉就甲伊叫小驼背。小驼背出世无几工啊，唔知影是虾米因果。小驼背伊个妈妈呢，伊个奶水啊，足自然就打薄，无奶水通啉嘛，无奶水通饲小驼背啊，所以伊个妈妈就爱出去共拜托，拜托讲阿婆。来看因家的什么人，因家的狗啊，还是猫啊，有泥水来共讨挂，要来饲伊的后生小驼背啊。但是呢，小驼背的爸母哦，不止时常讨无动物的泥水，而且呢，只要当小驼背的爸母，伊那是要共分迄个动物的泥水啊，我。那只动物就马上停泥，人本来有泥水在生长啊，结果若是给偷了就没泥，害动物的孩子呢，他也没泥水汤泥嘛，就准这样，这个日子这样过，他的爸母很辛苦，这样很不简单，把小驼背呢，这样一点一滴，这样慢慢把他拉拔长大。有一天，小驼背的父亲啊，伊就甲讲：“咱家要来乞食呢，为生非常的辛苦。你即马已经中大成人啦，你爱离家呢，家己去，安尼去共分饭，安尼独立生活。”于是呢，小驼背开始伊家己过着乞食的生活。但是呢，当小驼背一做乞丐，一出去共分饭呢，哇，有够凄惨！伊拢分无饭，分无食物。大概呢，拢是伫小驼背伫要枵死啊的时阵呢，看足勉强，安尼去共分着一撮仔饭菜尔。所以小驼背呢，伊规工就是食袂饱，但是呢，枵袂死啊。所以讲小驼背。他不管是身体
啊，是伊的内心内底，伊时常拢有一种无满足的痛苦。后来呢，有一遍咯，小土伯伊伫外口伫共分饭的时阵啊，伊拄看到有一位 BQ， BQ 出来滴红发多花。那么伫这个时阵呢，小土伯伊听到迄个 BQ 啊，伊伫开始佛法，伊安那讲。伊讲世间万法不离因缘果报啊！讲即句话，小土伯听了的时阵，伊忽然之间就法喜充满。迄、那个法喜呢，和小土伯未记即讲伊的腹肚枵的艰苦，嘛，互伊暂时呢淡忘伊家己命运的即个苦境啊！小土伯伫即个时阵开始，伊对释迦牟尼佛的教法，渐渐。生起着迄个欢喜的心，嘛渐渐生起着安尼无比的信心嘛。最后，小土伯伊征求着爸母的同意了，小土伯呢，伊请求一位比丘，甲伊剃度，互伊出家啊。当时呢，小土伯来受戒。小土伯比丘伊出家无几工。伊甲师父呢做伙食做伙住，伫这段时间生活过了也阁袂歹啊。但是有一天，小土伯比丘因的师父甲伊讲，讲小土伯比丘啊，你即卖来到这个家，你也渐渐适应着这个僧团的生活，你即卖开始哦，你也家己去化缘。去乞食，小土伯比丘，伊伫这个时阵，佮开始学着吉他，啊，这个出家师父，伊开始过着迄种正规比丘的生活，对人出力吐薄，有当时啊呢，佮僧众做伙去受供，有当时啊，伊家己一个人，伊去城内去化缘啦。那么伫这个家。有一个代志发生，当小土伯比丘伊甲其他的僧众做伙出去受供呢，大家比丘拢食甲安尼饱嘟嘟，但是呢，足奇怪，伊就是得袂到食物，平平安尼出去，伊就是得袂到食物，人安尼出去吐蕃，庄严的种迄种吐蕃的队伍出去。头前大家人安尼如法供养，法喜充满啦。但是轮到小土伯的时阵，那不是施主伊的供饭啊，我都无饭无菜，啊无就是施主呢，伊忽然之间有代志，紧急爱处理，伊就来离开。那么伫这个家准讲施主回来啊，我伊来供养的时阵呢，足奇怪。头前无代志，伊本身就是从跳过人过，然后后壁迄个 BQ 呢，佫有法度接受着供养啊。那么伫所有的出家法师当中，都、就是小土伯 BQ， 伊的生活上辛苦，因为伊无饭通食。作者 BQ 知影这个情形，大家对小土伯 BQ 作怜悯。这 BQ 伊就去请问这个世尊，伊讲世尊啊，小土伯 BQ 伊时常出去吐跋吐无饭，所以伊无法度食饭。那么伫个边边行的过程的时阵，伊吐无，但是后壁 BQ 吐有。那么伫这个时阵呢，足奇怪，答辩就是老去，这到底是要安怎就好？因此。世尊为着这件代志，伊亲身制定一条戒律。这条戒律就是啥？头前的 BQ 若是还未得到食物，后面的 BQ 未当受食啦。虽然戒律安尼定，大家照安尼做，但是小土伯 BQ， 伊即时呢来到这个城来化缘，伊嘛是。常常空波而返啊，后来
小头辈一直想，我来打扫世尊的内堂，那么因此吃了真好，身体嘛足健康。在这个时阵，小头辈把握时机，勇猛精进，听佛陀的开始教法，一顿时之间呢，断除一切的烦恼。小头辈竟然在这个时阵，伊打扫佛陀的内堂内底，伊去顿悟，证到阿罗汉果啊！小头辈这个时阵烦恼尽除，伊是阿罗汉。那么在这虽然伊是阿罗汉，但是小头辈同款，伊爱承受着伊的业报啊！有一天，小头辈伊提着伫打扫这个工具啊，扫帚啦、畚斗啊，伊去佛陀的内堂内底伫打扫。当伊入去到内底的时阵，伊发现着佛陀的内堂啊，起有另外一个 BQ， 把这个殿堂拢内外扫个足清气啊。伊煞无代志通好做。那么伫这个时阵，小头辈伊就着衣持钵呢，伊就来到社会城内底来化缘。但是第一天出去，伊一无所得，无人甲供养，所以伫第一天的时阵，伊空钵而返。入来到奇缘精舍，伊无饭堂好食。第二天的时阵，小头被比丘，伊早早的提着扫帚，伊想讲这边我有足有把握，我要来殿堂内底打扫。但是今仔日小驼背伊足早的入去，结果唔知是安那，有一个 BQ 已经把殿堂呢打扫了清气清气啊！我小驼背比丘，伊阁无空过堂好做。伊只有回来伊的寮房。那么当伊回来寮房了的时阵，伊就听人伫讲哦，有一个大施主中道呢，伊要来供养世尊甲精将。哦，那么伫这个时阵呢，小头辈伊算算的，伊讲哦，安尼这个时间我也阁会当静坐一下，但是想袂到。这位施主临时伊有急事，伊提早供养啊。小驼背煞因为伫遐坐禅，伊毋知影人供养提早，所以第二天伊嘛是无饭通食。到第三天，小驼背伊更加提早，提着扫帚伊去殿堂，伊要去打扫，佮看到有 BQ 伫遐滴。清洁，这个时阵呢，小驼背伊只有回来伊的寮房内底。各位菩萨，小驼背比丘，这个时阵是已经阿罗汉啦。那么伫这个家阿难伫这个时阵，伊怎样？小驼背比丘，伊已经三天无饭通食，所以阿难比丘伊特别为小驼背介绍一位施主啊。这个中道的时阵，你只要小头被比丘去这个施主引导，哦，来应供，都有饭堂好吃哦。但是开下拄啊好，这个施主临时有代志，伊需要马上出门。那么在迄个匆匆忙忙内底呢，我这位施主煞未记去吩咐厝内人。中道有一位 BQ， 伊要来应供啊！伊煞未记得交代，所以当小头被比丘伊来到这个施主引导化缘的时阵，无人插伊，无人插伊，伊安那，伊只有阁转来。阿难尊者伊为城内化缘转来，听讲小头被比丘同款。
无食到半项物件。阿兰尊者伊心内安尼足怜悯小驼背比丘，伊去甲安慰，伊讲你卖烦恼，明仔载我会好好啊来甲你供养，哦，你较忍耐一下。那么到第四天会知啊，阿兰尊者伊的手摕两个钵去舍卫城底下的乞食啊。结果阿兰尊者，大家人看到一种欢喜，这两个钵安尼无偌久，安尼人家供养得个甜甜甜，这个食物，阿兰尊者伊食一个钵，另外一个钵伊留顿来买给小驼背比丘。所以到奇缘金色的时阵啊，阿兰尊者雄雄，迄唔知为底来。靠迄个哈济只足凶足歹个恶狗呢，所来伫抢阿兰尊者伊手中的迄个钵内底个饭菜啊！阿兰尊者伊想尽办法来挡只个狗啊，唔好来抢饭菜。结果伫即个时阵，伊嘛无法度啊！伊一个人无法度对付只即群个恶狗。结果在这个时阵，阿兰尊者他的钵内底饭菜，去予这群的恶狗啊抢甲无半滴，同款摕一个空钵倒来厝。阿兰尊者在这个时阵，伊伫想：我阁尊公这个时阵出来共迄个乞食啦，那么我当我去到城内阁倒来，嘛已经过午，阿罗汉一定要遵守。过午不食这个戒啊，所以伫这个家呢，小驼背比丘伊同款无饭通食。这个时阵，目犍连尊者伊听到小驼背比丘呢已经四天无食饭，目犍连尊者心肝内嘛足艰苦，伊嘛是想要帮助小驼背比丘来化缘啊。所以伫第五天的时阵啊。目犍连尊者，伊嘛是同款提两个钵，去舍卫城，去城内呢去化缘。目犍连尊者，伊来到舍卫城的时阵，每一个施主看到伊，拢足欢喜。所以目犍连尊者呢，伊无偌久，两个钵呢，人供养甲甜甜甜。目犍连。伊家己留一个钵，家己食。另外一个钵，伊准备要炸倒来精舍内底，伊要来予小驼背比丘来食用啊。那么当目犍连尊者哦，伊安尼小心翼翼捧着迄个钵的饭菜，要倒来到精舍的时阵啊，在伫精舍的门外。我背来一群啊，这个乌鸦，这群的乌鸦呢，雄雄为空中那冲落来，把目犍连尊者的饭菜拢抢个空空空。目犍连尊者，伊想尽办法，伊嘛是要来保护这个钵中的食物啊，这个饭菜啊，啊，目犍连尊者讲，哇，啊，这饭菜去予乌鸦抢去。啊！我若这个时阵阁倒来城内化缘，嘛是过了中道啊！安尼无法度，伊嘛目犍连尊者，伊只有安尼捧着这个空钵，伊只有倒来。伫这个时阵呢，小驼背同款无饭通食。舍利弗尊者，伊听到这个消息呢，听到讲小驼背比丘。伊五天无饭通食，伊嘛是赶紧去甲安慰。然后舍利弗尊者，伊甲小驼背比丘，伊甲伊讲：明仔载我替你去化缘。伫第六天的时阵，舍利弗尊者，伊甲阿兰尊者、目犍连尊者拢同款，伊摕两个钵出去托钵。当舍利弗尊者伊入去到城内的时阵啊，
同款无偌久，安尼大家看到伊足欢喜，就来甲伊供养。无偌久，两个钵安尼甜甜甜。舍利弗尊者，伊捞一个钵的食物，伊家己食。然后，伊炸着另外一个钵，佮转来奇缘金色。那么伫这个时阵啊，小驼背伊的业力真正是很重啊。当舍利弗尊者啊，伊家即钵的饭菜要烹转来精舍，要予小驼背比丘的时阵，竟然伫外口起哦一群飞人甲钵带抢走去，然后都无看到啊。那么伫这个时阵，舍利弗伊嘛知影，伊若是搁入去城内化的嘛过中道，所以过中道比丘过午不食啊，伊只有空手回来。小驼背比丘同款无饭通食，舍利弗尊者伫这个时阵，伊去甲小驼背比丘，伊去甲伊安慰，甲伊鼓励，伊讲无论如何，明仔载我一定会想办法来好好啊来供养你啊！在这个时阵，明仔载就是第七天。当这个第七天到的时阵，舍利弗尊者呢，伊来到舍卫城来要化缘。伊同款化缘呢，伊得到两个钵满满的这个饭菜。舍利弗尊者一个钵家己吃，另外一个钵呢，好、哦，这边足顺利，伊带来炸转来到小驼背伊的寮房外口。当伊舍利弗尊者伊要入去小驼背比丘的寮房，忽然之间呐、啊，小驼背比丘伊全部的门窗煞去用封死去啊，舍利弗尊者伊无法度入去。这个时阵，舍利弗尊者，伊就变现神通，为外口入来到小驼背比丘伊的房间来。在这个时阵，舍利弗尊者，伊甲小驼背比丘讲：“你起来，起来，给你面洗洗，然后爱来受供。”那么在这个时阵，小驼背比丘哈济敢无饭通食，当然已经起来。安尼面洗洗，当伊个手哦，安尼伫伸开个时阵，伸伫头前，伊要接受着舍利弗尊者迄个钵个食物啊。结果伫这个时阵，钵煞咧落个咧涂骹去，落去涂骹底，直接迄个钵带直堕金刚大地啊！啥物会叫金刚大地？伊是距离咱这个涂骹面四万由旬啊！哦，迄是足深足深足深。那么，迄个钵甲饭菜在那个金刚大地，舍利弗尊者，伊马上点神通，入去金刚大地，把迄个钵、迄个饭菜，佮摕转来给小驼背。那么，伫这个家，小驼背伊赶紧去食着第一嘴的饭。结果，伫迄个时阵，迄个饭菜带来到嘴边的时阵，又搁去予飞人抢走去第二嘴，嘛搁去予抢走去。舍利弗尊者伊无多，伊亲身来解吃。那么伫这个时阵啊，当舍利弗尊者伊亲身来解吃饭的时阵啊，哇！小驼背比丘伊的嘴煞拍袂开啊，安那吃就是袂开，就是袂开。哇！这个时阵呢，过无偌久，过午啊啦。过午了的时阵，我袂当食饭啊！小驼背比丘伊的嘴端开开，舍利弗尊者呢，伊万般无奈，伊问小驼背比丘讲：“啊，你今麦感觉安那？”小驼背比丘讲：“我今麦感觉嘴大，你给我一口水，给我啉啦。”舍利弗这个时阵呢，伊摕着这个一波的水，要来给小驼背比丘啉。但是真正是业力很重，在这个时阵边啊，遮济飞人啊，伊阵啊用这个涂沙粉啊，这个垃圾物件当个压咧伊个水内底，
整个水变成灰汤。小驼伯在这个时阵，伊亲身知，这就是伊前世因果报应。伊这个时阵，伊甲啉一口灰汤，就是迄、那个安尼太高太高的水啊。啉了了的时阵，天顶呢，闪电降雷公下冰雹啦。这个家的意象全部现前。在这个时阵，小驼伯比丘，伊在饥饿状态中，伊说来进入涅槃。进入涅槃了，朱比丘啊，把伊的遗体，甲做一个塔。在这个时阵，大家比丘拢给做种种的供养。后来比丘问世尊：“世尊，小驼伯到底是做什么业？”在七天内底，将比丘竭尽全力哦，拢无法度救伊。虽然小驼伯比丘伊是阿罗汉，但是到尾啊，伊竟然伫饥饿状态下，安尼来进入涅槃。佛陀伊讲一句话，这就是小驼伯比丘伊前世的业力显现的因果啊。小故事大启示，为这个故事，就是伫甲咱讲。真正唔是咱看到的代志，伊后边的道理就亲像这个表面安尼。所以讲，各位菩萨，咱人爱乐天，更加爱随缘，凡事善解哦，随心满愿。最后祝福大家家庭平安、幸福美满。阿弥陀佛。护持生命电视台，就有如在护持十方三世一切佛法僧三宝，所以期望各位把生命电视台所听到的教法运用在您的内心里面，达到无我的空性，达到慈悲利益众生，更要随时收看，随时护持生命电视台，就是护持三宝。护持账号1996523219965232，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。台东池上法林寺启建梁皇宝忏法会，国历11月4日星期六到11月8日星期三，农历9月21到25，礼拜梁皇宝忏。11月8日周三下午梁皇圆满，释放余伽堰口一堂。恭请法林寺住持长田长老主法，地址台东县池上乡106-1号法林寺，报名电话0898626661，0898626661，02-2695-3842，02-2695-3842，台北惠海讲堂，邮政划拨账号00159137，00159137，户名法林寺。欢迎十方大众踊跃参加及随喜护持法会，消灾济庆，福慧增长。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台南分会诚征义工，联络电话06-271-6616或06-271-6612，地点台南市永康区永大路二段345号。今日是六斋日，是四大天王摄察人间善恶之日，恳请大众修持八关斋戒，不杀生，不偷盗，不淫，不妄语，不饮酒，不眠坐华丽之床，不着香花瓣，不旁有道心，不观听寡母，不非时事，也就是持斋过午不食，随喜功德，阿弥陀佛。重视人生，成就生命。生命电视与您一同拥抱生命。